我们今天是瑞穗乡召会跟关山召会还有鹿野乡召会，我们三处召会在关山这里有一个主日的波饼聚会。那这个主日聚会是为着要纪念这位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复活，那所以我们每周借着吃饼喝杯来纪念他。饼就是预表他的身体，那个杯预表他的宝血，一个人的身体跟血分开了，就他为我们死了。那我们吃这个饼就表示我们同有份于他的身体，我们是做基督的身体上的肢体啊。那借着这个彼此的相调啊连结，我们就能够见证啊我们是属基督的。所以感谢主，阿们。吃你喝你，阿们。享受你，阿们。灵里敬拜你，阿们。得到真正的纪念，阿们。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喜乐，阿们。我们的荣耀，阿们。要建造起来的城和殿，阿们。你就把我们召集到你的同在里，阿们。灵里享受你的丰富，阿们。享受你的荣耀，阿们。好，让我们成长茁壮。Thank you.
Amen。 哇，谢谢你。Amen。 我们是你的仆人。Amen。 是你的继续。我们同生活同行动。Amen。 哦，叫我们这人都是彰显神的荣耀。Amen。 哦，这就是我们新造的故事。Amen。 Amen。谢谢我不能。阿门。能够带着全家啊到海外去开展，那去开展这个心愿呢？等一下我会分享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心愿。所以呢，就在弟兄姊妹的家这个聚会。那波比是又住了一个活动中心，那个叙利亚的难民就大量的那个他们的德国总理嘛，梅克也是希望他有机会能够到德国去读大学。那这个柏林的波敏聚会啊，那一样，德国的当地圣徒就是耶路撒冷哈，那个是已经经过很历朝历代很多次的重建、改建、扩四周围通通圈起来哈，是一上配的上配搭上去的，所有的同工弟兄姊妹在这里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，我们都坚定持续的在。那你要站起来。常常喜乐，再来一张。不住的。没有啦，我想说。知道吗？赵辉。还有吗？你们不要分析了。先走。真的赚到没有？他又干了。又干了，又有事。我们刚才参加了关山教会、还有鹿野教会、啊瑞士教会三处教会的主日聚会，那现在完了是爱宴，然后一起用餐，那现在准备回瑞士去，啊到回府，那等一下请你们去吃个冰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也不客气，好，我们来吃个冰。哦，对，就这个对。我们开启度假模式。对啊，是啊，有，要不然要绕道绕很远。对啊，那我是左拉，感谢收看，欢迎订阅。